继续攻萨博尼斯，一打杀进去之后再分球传转移，好，库里绝对空位底角，这个位置是库里职业生涯基本上投篮最准。库里看看爆破赫尔特单打后撤三分球远射有这球，所以勇士队时刻可能要到来了啊！连续进几个三分球，可能说即便是主场的国王球迷啊，也难免心生倒戈的意思。漂亮，库里简单后撤步，这球，这就是说大道至简嘛。刚才库里在篮下小试一手，两分到手，目前分差四分啊。看这把啊，金州库里独闯龙潭，漂亮！对于勇士来讲，通过自己努力啊，以及库里呢连番的进攻表演，让勇士队好不容易再度看到了胜利曙光。看看现在这个科尔啊，就是使命一搏，打纯小个阵容，全是小个，你不用这种这个掩护过大的动作，你也创造不了机会了。你看这国王队传球啊，球球有目的，你勇士队全都无效传球嘛，传来传去的没有价值。你看人家麦克布朗多聪明，根本不跟你玩什么矮人战法，很蠢的用人嘛，自己队内的得分手不让上，就光盯着对方得分手，我怎么考虑防守？你防守能赢吗？你能防住对方吗？这我发现科尔他这是有毛病啊，因为你靠矮人防巨人，你这简直是怎么合计的呢？螳臂挡车，人家的篮人是进击的巨人。哎呦我这篮下格林被爆了，格林被爆成这样了，格林那种矮子中矮子内线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呢？除了会咆哮啥也不知道。格林是个累赘，现在把格林拿去吧，完全仅有浪费时间意义的这种这个简单的手递手，进攻又是个黑洞。刚才萨博尼斯这是咋的了？哭了 ，respect 啊！看萨博尼斯是不是有碰撞？这就禁赛了，你下去吧，太丢人了！这个格林这太丢人，禁赛十五场，罚光他工资，就这格林这一下，季后赛永久季后赛休赛季合同没戏了，泡汤了！就这球员，非篮球动作，而且这个授人以柄，让人这个看不起 ，DPOY 两届全部剥夺，啥不是？格林属于是自掘前程了，这个太恶意了，明确的恶意，这个球啊！太恶心人了，这球员呐，这球员都不配当一个职业球员了，就他现在这动作呀，我感觉就这种行为的话，剥夺到下个赛季参赛资格都可以。格林还搁这嚣张呢，有什么脸嚣张？你瞅他这个样，真是这个又无耻又无能，就这个人还搁这猖狂呢。格林的凶残嘴脸总算是公示于天下了，乔丹布尔这一下开心了，恶有恶报啊，这场比赛原本之前看到机会了，这一下就完了，输球输人了，这一场比赛双输。